蒲公英在《本草纲目》中的记载，对人体有多种神奇的疗效。既不娇贵也不起眼的蒲公英，总是低调地生长。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，蒲公英依然自在地生长。细细欣赏一下蒲公英从花朵变成种子的奇妙时刻。不生，无所不在，处处可见蒲公英可爱的身影。
微风啊，微风，请带我飘向更远的地方。种子如飞絮般四处的飘散，正是蒲公英延续生命的方式。蒲公英短暂的生命延续了千万年。